蔡卓妍出席电影《非分熟女》借票活动。呢次戏戏入面，除咗挑战性感钢管舞，仲有全裸同埋藏戏嘅镜头。但系阿 sa 就话，事实上梗系冇咁唯美啦。即系好多嘢都系假嘅，即系例如拍戏嘅时候系黐到成身都系胶纸啦，同埋呢个世界系有电脑嘅特效嘅。钢管舞系啊，都学咗，我都唔记得几耐啦，但系。是啊，即起碼要跳熟一隻舞咯，導演要求有血有汗啊，同埋拍的時候咧，你個人是很高度集中的嘛，咁你同埋個腎上腺素係飆到很高咧，咁所以拍的時候咧係完全冇痛啊，即係嗰啲感覺是冇嘅，係事後才見到哇，成隻腳瘀曬，同埋啲腳趾爆曬光咁樣。阿嬌结婚之后，大家就更加关心阿 sa 会几时结婚啦。我同佢其实而家嗰个状态都好开心，咁所以即系我觉得自己试过一次好冲动嘅，咁而家个睇法就系要所有嘢都想 plan 好啲先咯。系啊，即系唔系话咁简单噶嘛，即系你婚姻系一个 commitment 嚟嘅，唔系一样好儿戏嘅嘢咯。咁我覺得而家呢個狀況，暫時自己都好係好開心嘅。